这是电影《海王》在好莱坞首映礼上的一组有趣图片。图中为《海王》的男女主演，男主演 Jason Momoa， 而在他旁边的分别是 Nicole Kidman 妮可基德曼以及 Amber Heard。 妮可比海王矮了半头。图片来自东方 IC。 在《海王》首映礼上，男主角 Jason Momoa 的家人们也到场参观，他的妻子的脸庞尖尖的，穿着黑色的礼服裙，显得很瘦。图片来自东方 IC。 我们知道 Jason Momoa 本身的身高为1米93，他的妻子和他站在一起，头发直到他的肩膀，更是显得很瘦小。图片来自东方 IC。 对于妮可基德曼 Nicole Kidman， 大家都不陌生，犹记得红磨坊中的美丽表演，如今的他年过半百，仍如影坛常青树。他和海王的导演温子仁站在一起，比导演高了一头，显得很高，让人恍然记起他的身高是有1米8那么高。图片来自东方 IC。 这样对比来看，海王比妮可基德曼高了半头，妮可又比导演高了一头，海王的妻子很瘦小，妮可基德曼有1米8那么高，真是不比不知道。图片来自东方 IC。